糊涂老师，您在织什么呀？这是一双柔软温暖的纯羊毛袜，等到冬天的时候，它就可以为我的双脚保暖了。可是它在织您的胡子。还我，还我！没任务了。探测到失踪的舒灵，探测到失踪的舒灵。神奇小队集合完毕，开始变身。出发！到达异常地区，飞船准备降落。以我的浅见，这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，就是苍耳。我们悄悄靠近，从四周包围那头羊。谢天谢地，终于有人来了。救命啊！救命！嘘，不要吵！小心！别过来呀！我的！没跟我掰手腕，你还这可怎么办啊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小羊，小羊，快来吃草！给小绵羊，不要害怕，我们是来帮助你的。所以，他是饿生气了？饿了才怪，应该还有别的原因。这里。怎么这么多苍耳？苍耳外有倒钩，可以粘到动物皮毛上，被动物携带传播种子。是树灵，就在这些苍耳里。什么？快追！我的羊群就靠你们啦！不要跑！他靠近羊群了！别跑！那急速排除！我们得想办法冲过羊群啊！我们来跳山羊！山羊，不愧是我。树灵跑到那边了，快追！抓到你了，小树灵已经被我控制了，快点乖乖投降。
看我的极速跳绳！抓住你啦！看我的！如果遇到困难，你就翻翻书，翻翻。开启传输。凡事要从根源解决问题。从根源解决。喧哗，宇宙洪荒，树灵归位，万物如常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算是化解了危机。算是吧。这是你们干的吗？别过来！别过来！